这个是我给贝尔准备的文具盒，这个是我给白雪准备的文具盒。我要在贝尔的文具盒里放上小熊软糖，然后再盖上盖子。白雪的文具盒里边什么都不放。太好了，现在我贝尔要来打开我的文具盒了。哇，是好吃的小熊软糖。咦，白雪，你怎么不把你的文具盒打开呀？我知道了，你的文具盒里边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才不会呢，贝尔姐姐，我的文具盒里边呀也有惊喜。那你就打开呀。打开就打开，不过在打开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帮助我点击这的红色能量吗？只要你们点击这的红色能量，屏幕就会发光发亮，这样我的文具盒里边就会有惊喜了。白雪，你又求助小朋友们。现在呀，我就把这红色能量给它捏碎捏碎。小朋友们，红色能量是捏不碎的，现在我要打开了。哇，